导演，观众的呼声啊！行，现场啊，准备，开始。赶紧的！1、2、3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。姐夫，你们姐夫在这儿呢。吴导演，哎，你小舅子够有才的呀！哪里？唱一个《雪绒花》。都能跳霹雳舞啊！他没有你跳的好啊！我夸他呢是吧？哥们儿注意，下一个。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可以欺负人的了，淡定，他是业余的，咱不是为了参加格莱布美吗？忍耐一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到，哎，导演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立刻马上出去给我找一个人回来，我不用他了。导演，你有所不知，其实他的身世特别苦。说你苦呢？没看见。整点音乐。大点声。导演，我3岁，被鸡咬。5岁被鸭子踩，6岁被狗坐着，10岁被猫挠我眼珠子。长大了，我是天天遭雷劈呀、啊！所以导演，他这一辈子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人与自然呢。导演，你还是给他个机会吧，他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呀、啊。行，既然黑姐发话了，给副导演一个面子。谢谢导演。表演结束。最后一次机会啊，把握住了。好，入列。各部门啊，灯光、音响、道具。
是，就是这个节目，肯定能拿冠军，肯定的。是，对，太好了。喂，什么？啊啊，导演啊，格莱布美来电话了。说啥？他们停办了。好，散了。导演，钱还没给钱呢。导演，导演，姐夫，你吃我辣白菜吗？